每年夏天一起做梦，从地球飞到火星。请问你是从火星来的吗？ Yes. 火星人会讲英文。由街头越到舞台，现在在是街头艺人，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。不要哭，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从网络到翻电台，这首歌是我帮他选的，他自己不喜欢。就你的声音，就有一种让人忘不掉的感觉。自少年摇滚成大叔，我今年45岁，我应该唱了有27年了。由怪咖登上皇座，特别高级的怪。中国好声音2019就在星空卫视。